Hülkenberg taking a tumble and being punted off the track. Alex Pirroni. Oh.追尾事故可以说是赛车比赛中最常见的事故，无论是哪种级别的赛事，不论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总是会发生这些发射鱼雷的操作。那么在职业的赛车比赛中，如果不是机械故障的原因，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就会显得非常的不专业，而肇事车手通常会受到赛会的处罚。而在模拟赛车的世界里，这样的事故也屡见不鲜，无辜被撞的前车比赛报废，而追尾的后车罚时扣分，真的是很伤。那么如何避免刹车追尾呢？理论上来说，难道不是只要比前车早一点刹车或者同时刹车不就行了吗？这有什么难的呢？但是在复杂的现实情况中，我们就没办法通过读心术来了解前面的车手具体会在哪个位置刹车，只能靠猜。那么对于你非常熟悉的车手来说，那就比较容易了。但是如果我们在新手联赛里碰到个野生的 stick， 又或是在起步的时候被一堆瑟瑟发抖的门星包围，那我们就无从下手了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避免追尾事故以及更合理的跟车。让我们先来看看职业车手是怎么做的。门扎发车一号弯，中后排可以说是最混乱的状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世界冠军阿隆索的车载视角，通过降档的节奏，我们可以判断出来阿隆索的赛车是没有全力在减速的，而是处于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不断的调整和保持与前车的距离。如果我们从热成像视角来观看起步，可以发现车手并没有全力去刹车，如果他全力刹车的话，前轮立刻会变成熔岩般的黄色。在发车后的第一个弯道，车手就会像在一般道路上行驶一样，循序渐进地使用刹车力度，根据前车的距离去调整刹车力度，是挤刹车而不是一脚到底的极限刹车。大家可能在想，为什么呢？这样不是很慢，会浪费时间吗？在混乱的起步发车过程中，大家都挤成一团，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尤其越是靠后的选手，越是会受到堵车蝴蝶效应的影响，反应不及。我们无法预测前面的车手会在哪个点突然刹车，所以要留出安全的距离和余地。如果我们把第一圈当作最后一圈来全力冲击的话，那就真的可能会变成最后一圈了。车手通过采用挤刹车的方式，让车辆的载荷平稳地转移到前轮，同时让前轮留出足够的抓地力来应对前方的突发状况。缓慢平顺的减速也能够给予我们身后的赛车足够反应的时间，防止被追尾收割尾翼。那么这样的刹车方式也能够让赛车更加轻松的入弯，更容易走准线路，在出弯之后伺机进行反超。车手一般只会在驶出维修区时进行起步的练习，而模拟赛车玩家的条件就宽裕多了。我们可以在独自练习的时候把车停在任意的发车位上，起步冲向第一个弯去寻找一个大致的刹车参考点，尽量是显眼的固定参照物啊，以免在混战中被其他车辆挡住。那么在正式发车的时候，在参照物之前采用挤刹车的方式来减速，防止刹车过晚或者刹车过早来损失大量的位置。当然如果你起步的时候位置靠前或者干位发车，那么刹车的操作自然是可以更加的激进。总结一下，在车阵中发车起步以后，首先要找到事先准备好的刹车参考物，在它之前采用挤压刹车的方法，再根据前方的刹车距离来调整刹车的力度，就能够保证大家安全地通过第一个弯。实际上在车流密集的第一个弯道中啊，我们是要经常用到挤压刹车的操作方式的。当我们用足够的谨慎在混乱的发车中生存下来以后，就要面临一堆一的状况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按照往常的点位全力刹车了呢？可以说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谨慎观察你前方的对手的，按照赛车和车手的水平来判断刹车点。我们不可以说撞到前车是因为前面的赛车它太慢了，它刹车太早了，当然故意的情况除外。即使是在最理想的状态下，我们参加常规联赛碰到了熟悉的对手，或是排位赛排名接近、水平很接近的选手，我们几乎可以猜想出他的刹车点，那我们照常刹车就可以了吗？现代的赛车或多或少都能够在身后产生真空带，尤其是带有空力套件的方程式和GT赛车。
因此在进弯前跟在后边的赛车不仅会因为尾流效应而获得更快的速度，而且会因为下压力的损失让赛车的减速能力有所降低。比如我们驾驶一台 F4 方程式赛车跟了一整条大直路，那么这个时候依然是在往常的位置刹车的话，进弯速度更快，刹车效率更低，那自然会刹不住撞到前面的赛车。我们应该做的是提前一小段刹车，拉开距离，并且更柔和的去踩刹车，来对应抓地力的损失，赛车入弯也会更加的轻松。那么具体需要提前多少来刹车，还是要根据赛车的性能和赛道的布局去做调整，是需要大家在自主练习的时候去尝试和积累经验的。在练习时，我们还需要观察一下自己的刹车参照物会不会在跟车时被挡住，尽量去寻找显眼的固定参照物，而不是地面的白线或者轮胎印。关键的弯道要找好备用的参照物，所以为比赛做准备，不能只是无尽的刷圈和冲击最快圈速，还要为正式比赛做很多的准备和适应。当我们参加初级联赛甚至是新手联赛的时候，有很大的概率我们会碰到不熟悉的选手，不了解他的水平和驾驶风格，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圈速异常慢甚至是车辆有问题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和发车时候相同，难以预测刹车的时机，我们就可以提早采用挤压刹车的方式来进行观望，或者视情况抽头错开来进行刹车，开阔视野，留出空间，尽可能地降低跟车追尾的风险，损失0.几秒总比撞车失控要好很多。总结一下，在跟车入弯时，我们可以通过前车的圈速和水平来推测刹车点，但我们也要考虑空气动力学效应对赛车速度和操控产生的影响，尽量谨慎提早刹车，在练习中做好充分的熟悉和准备。而在前方状况无法预测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采用提早刹车和错开线路的方式。在赛车的比赛中还有许多我们容易忽视的状况，就比如今年的 F1 揭幕战奥地利大奖赛上，瓦特尔前方的两台赛车正在缠斗，由于不得不共享赛道的宽度，他们的进弯速度肯定会减慢，瓦特尔似乎刹车不及差点撞了上去，为了躲闪导致了 spin。 如果紧跟着的前方两台赛车正在缠斗，我们可以早一些轻柔一些刹车，就像是更加激进的去挤压刹车，在减少追尾风险的同时，让车辆的入弯更加的轻松，争取更好的出弯来伺机偷袭。当前面的赛车刚刚被超车或冲出赛道，或是赛车受损的时候，这个时候节奏被破坏，下一个弯入弯的速度和往常是不同的，相信前车也不确定该什么时候去刹车，如果我们跟得很近就更要谨慎了，同样可以采用挤压刹车的方式。而在视野较差，在烟雾、尘土和下雨的影响下，我们都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来应对。虽然这期视频到现在一直在讲刹车，油门其实也是控制赛车的重要工具，很多选手在跟车时常常会在视野受阻的情况下盲目的给油，导致冲出赛道或者 spin 打转。那么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大家需要学会在出弯的过程中渐渐的去推进油门，保持车辆的稳定，在前方路况清晰之后再一脚到底。如果前方的赛车因为防守或者失误在弯中慢了，而且正好挡住了我们的线路，我们也没有其他的超车线路可以选择，那我们也只能 hold 住油门，不能顶撞前车。最后我们来给大家一些练习跟车的建议，大家可以使用单机的 AI 来寻找跟车时赛道视线的变化和对赛车性能的影响，比如找出跟车时被挡的参照物，寻找备用的参照物，做好功课。在练习时要注重锻炼自己跟车时的稳定性，记住要把注意力放在前方的刹车点弯心处，而不是直直地盯着前方的赛车，要用余光来观察它。如果你有一个一起练车的小伙伴，也可以相约在服务器上进行缠斗和跟车的练习，毕竟真人的操作相比 AI 有更多的变化。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加比赛，在正式的比赛中，我们只需要抱着谦虚谨慎的心态，从最安全的策略开始尝试，一步步地向更加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注意观察对手的表现，调整刹车的点位，就能够让我们安全地来到极限的边缘。虽然说跟车可以说是参加比赛中最基本的一项技术，但它同时也是非常复杂，非常难掌握的。相信我们在视频中肯定还有很多没有提到的点，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和弹幕中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那么跟车的话，首先是需要大家有正确的意识，来判断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也需要大家有一定的技术来帮助大家去掌控赛车，更加需要的是大家在赛前去做准备做功课，而且最后需要的就是大家多多参赛，去积累经验，去练成一个大神一般从容不迫的心态。相信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个策略技术、赛车赛道，就能够在正式的比赛中呈现出开火车这样壮观的景象。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通过点赞、投币、收藏、评论、分享等等来支持我们。我是 V8 Engine， 我们下次再见。